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59集的节目。接下来给大家做的是铁工厂推出的镜狮子丸，先前有给大家做过凯狮子丸，它是一个原色的一个版本。那么这一次的镜像配色的话呢，自然就是会以紫色呢作为它最抢眼的配色，但其实它身上紫色的部分呢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，大部分还是铁灰色的。然后呢，它的一个头上啊，这个。用领导模块的形象呢，去稍微改造一下，变成一个头盔上的一个装饰品啊。这个是当时我对它的造型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称赞的。以及狮子的鬃毛的话呢，就把它用这个类似于武士的这个甲胄来做一个替换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有一点点牙齿的刻画，武器是可以把它咬在里头的。那么这个刀的一个部件也可以插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安置。那我当时在做凯狮子丸的时候呢，这一块部件啊，它里头呢其实是有两个，一个凸跟凹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是有一个凸，那另外一边有抠进去，内侧呢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。当时的话呢，我是没有把它给扣上啊。那扣上之后的话呢，当然这一块就会非常的稳固，完全不会晃，不会掉了。但是后肢的可动呢，就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，这一带几乎就是不能动了，只剩下后面这么一小节可以做非常有限的一个活动，那基本上也可以视为是没有了。前肢的话呢，稍微多一点点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拳头握紧的这个是我呢，在兽形状态下呢，唯一能够完全把人形的手掌隐藏起来的。其他的任何一款的手掌呢，不管你怎么样去收啊，一定都会暴露出一部分在外面啊，甚至会影响它的一个四足着地的一个稳定度，也不能讲稳定度，就是一定会凸出来啊，怎么藏都藏不住的。那它身上那个黄啊，我觉得是涂成有点柠檬黄了，跟合卫上那种荧光绿呢是感觉好像是有一点出入。那这个尾巴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末端可以稍微动一下，头的可动性算是比较好的，牙齿这个嘴巴的话可以张开啊，然后鬃毛的部分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，然后它的造型还是一样非常好看了，这一点就是不用再多做怀疑啊。那我们先前的话呢是做一个人到兽形，今天的话我们就兽形呢变回人形状态。其实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诚如以前常说的那句话啊，这个铁工厂的变形的话呢，基本上也就都是送的了啊。你就稍微的去看一下，这个人形的脚啊，跟兽形的后腿的话呢，是非常直觉的。唯一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外摆内收要记得转就好了。你只要记得转这里，其他的话呢，你就看这个造型啊，原本上也基本上也都能够搓得出来了啊。脚掌前后翻转180度，然后脚尖跟脚后跟呢都要做一点点的翻折，这样子，这个人形的下半身就 OK 了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胸口这一带，不对，不是胸口，这个后面整个部件透着一个连接感翻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兽头的话呢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的稍微往上提一些些，那你就会发现呢，它的一个身体的后半跟头分别是一左一右，往两侧去做一个掰开来就行了。往两侧都掰开之后，再来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胸甲的部分啊，稍微往下压一些些。那这也不对，应该是先把这个手啊，往上抬一点点，往上抬一点点，往上抬一些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形的胸甲就可以放下来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人形的头可以先转，也可以不用先转。裙甲的话呢，往下面翻下来，放到两侧。手的话呢，先自然的下垂吧啊。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手啊，即使是这样当成一个兽爪好像也不难看。然后侧边的这个部分啊，这个结合的卡扣把它给推进去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将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翻成这样，我的感觉应该是翻成这样。它后面有一个多层的关节，尽量的把这个部件呢覆盖到肩上啊，让它的一个甲胄的覆盖程度比较大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头顶上这一块部件兽形是这样，这个时候建议把它给往上翻一点点，然后从侧边盖下来。那这个手的话，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翻转180度，翻转180度。好的，那么头部的话呢，就稍微调整一下 ，OK 吧？这个镜狮子丸变形的话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，它的紫色呢也很鲜艳啊，蛮亮的。头雕的话呢，也不算难看，一如既往，
还是很有水准，铁工厂的美型度，特别是人形的美型度呢，一直都是没有什么好特别挑剔，真的是很好看。那它的一个武器，如果你要拿持的话呢，就必须把这个手臂给做个替换，非常简单，很直觉，很暴力，直接的往下翻下来。那么它的这一个部件啊，这一块部件稍微有点偏软，那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吧。如果你要握持武器的话，那你就是把这个地方给翻折出来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，扣上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握持武器。那另外一只手的话呢，我们就也换成另外一个造型吧，换成一个手掌好了，手掌。那翻成这样，把这个部件整个暴露出来，把它给扣上去。扣上去之后的话，就是扣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失一点力，那扣上去之后就很紧，但是拔出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拔出来是比较简单的。然后侧边这里有个洞，另外一侧也是有的啊，所以呢你这个武器这个剑你要扣在哪一侧的话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手的话呢，你可以手肘啊稍微掰一下，放在类似于是这个刀鞘的位置上。好，武器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拔出来了，干脆把它拔出来好了，然后就握在手上，整个变形就不用特别多做解释了，就非常简单。那就看你的对这种日系形象的变形金刚接受度怎么样。那铁工厂的话呢，未来呢还有很多日系造型的这个产品，像之前给各位分享过那个古蜘蛛鬼，那还会有陆续其他吧，好像狂飙也有这种日本武士风格的一个 style 的一个造型，都是非常好看的。那就看他们的一个变形呢会不会太过于复杂，基本上复杂应该是不会了啊，就铁工厂可能就是你只要质量的话，就材料的话呢不要用的太渣，基本上呢因为变形不是很难嘛，那美型度也过得去，那基本上这产品也就是非常非常合格了。那么这一款镜狮子丸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啊。那么呢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